来看一下，这么好的花牛苹果被那些网红呀一口一个都扔掉了，太浪费了。今年啊，我决定自己卖，就挂下方小黄车，十多块啊，给你发一箱，还包邮，我啊多一分钱都不赚你的。你们看一下，你们有吃过吗？像这种黄瓜呀，特别的酥脆，而且还很甜，你们一定要来份尝尝哦。这个耙耙柑个头特别的大，今年啊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我就给你们挂下方购物车里面，看一下，特别的便宜。如果你们喜欢吃的话，送个小红心，我还给你们包邮送到家里面。你们就看一下这个汁水多不多就行了，我给你们包个汁，特别脆，特别甜。如果你们喜欢吃这样的甜瓜，快来我直播间看看吧。我们农民啊，你就是把果子种得再好，你没有销路一样挣不到钱。看一下，就这么好的新疆灰枣，每年，朋友们来看一下，就这种新疆洛江灰枣在你们那里啊，我猜啊最少最少也要十几块钱一斤吧。每年啊都被那些坏人啊一两块钱一斤收走，转手再卖给你们都价格都翻了好多倍了。今年我们决定自己卖，就挂下方小黄车。十几块就给你们发一箱还包邮，给大家打一个尝尝啊，又甜又脆的，特别好吃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帮忙留个小红心，小黄车里面十几块。你这么小菠萝也太豪横点了吧。我要不这么小菠萝呀，你怎么能知道我这里是产地呀？那产地的话是不是特别便宜啊？对呀，像这种酸酸甜甜的小菠萝来我直播间，十几块我就给你发一箱，你们当人看都不看一眼。看一下，如果你们也喜欢吃雪莲果，来我们这里吧，一箱都用不上十块，我就给你包邮到家。来来来，朋友们看一下，像我们家今年呢这样树上熟的木瓜呀，由于今年行情不好，根本没人愿意来收。你们是不是都以为这个是黄瓜？其实啊，这个是我们山东的偷茶羊角蜜，吃起来啊口感是又脆又甜，特别的好吃。打开一个你们看一下，果肉啊都是金黄色的。如果说你们想吃，点个小爱心，价格呀、刚过完年，你们有压岁钱都买不到这么新鲜的羊角蜜吧。真的是又脆又甜的，吃个李子啊。哇，好甜，放点辣椒盐。还没长大的还小，它的花的还小，这是咱们在西沟小党家棚给大家呢做现场录制的啊，这是咱们的粤东品种，奇抗的粤东品种1860，高抗死科，高抗灰叶斑。给你们吃一个看一下啊，特别的甜，水分也很足啊。如果你也想要，朋友们，今天给你们摘一个树上熟的板栗啊，摘一个，哇哇，看，特别的脆。过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广西人民种出来的京都一号火龙果，皮薄肉厚，而且呀，里面是满满的花青素。我也知道你们特别的喜欢吃，而且呀，这个季节
你很难能买到像这种树上成熟的。哇哇，如果有喜欢的，这个就是能抗寒零下40度的神奇品种北冰红，当年定植，当年坐果，个个带有花絮啊。有喜欢想学习栽培，想了解葡萄管理的，像这碾这么大的芒果啊，又甜又没有芒丝，你们在外面啊要10多块钱一斤，其实啊在我这里啊都能买几斤呢。芽苗全刮熟了，给大家给老鼠们摘一个，看三圈能不能打开，打开肉是红色的，双击加关注。哇，太脆了，特别好吃，特别脆，老铁们你们喜欢吗？不是，刚刚开始，挺漂亮的，再大一倍就会好看一些，就今天，所以现在还不好看呢、啊，哎呦，所以我一般不让人来看，对，就这个水果，全网有99%没有吃过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呀就是我们家的沃柑，看皮薄肉厚，还没有核，特别的甜。快过来看一看，小时候吃的沙瓤西红柿，往年啊要卖到10多块钱一斤，今年啊情况特殊，9.9块三斤还包邮。如果你喜欢吃的话，来我直播间，看我怎么给你卖的，水分特别多，酸酸甜甜。朋友们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我听说呀，像这么好的芒果，被某些坏人收去，要卖你们7-8块一斤，那也太坑了吧！今年呀，我就准备自己卖，就挂下方小黄车，像这么好的芒果呀，我只卖你们几块一斤。如果你们喜欢吃，下方小黄车点进去推一车回家吧。朋友们快来快来快来看一下，像咱们家这么好的凯特芒果呀，被某些坏人收去，他起码要卖你7-8块一斤吧，那也太坑了呀。今年呀我就想自己试一下，就挂下方小黄车，像这么好的芒果，如果你们也喜欢吃，你们送我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呀几块一斤，给你包邮到家。朋友们快来快来快来，我听说呀，像咱们家这么好的凯特芒果，被某些人收去，他要卖你8-9块一斤，那真是太坑了吧。今年呀我就想自己试一试，就挂下方小黄车，这么好的芒果我只卖你几块一斤，还给你包邮到家嘞。如果切开里面有糖心，应该会点个手指头上，哎呀，真的没办法呀，今年呀一个热门也没有上过，老铁们双击关注也不帮我点，你说怎么办呀？那你不知道便宜点卖给老铁？可以呀，你说多少？像这么好的芒果7-8块吧。要不了这么多，如果你们真心想买的话，你们送我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呀，我给你们包邮到家。老板，老板，我像你们家这种菠萝蜜，在我们那边一小盒都要10多块钱呢，你们产地一定很贵吧？哎，那呀是被有些坏人收去，剥了拿去卖，卖贼贵。咱这里啊是产地。那我怎样才可以吃到你这样的呀？嗯，那简单啊，来咱直播间啊，产地直花，品质啊特别特别的好，特别特别的甜，那真的有点上良心了。如果说你们也喜欢吃芒果，来看一下皮皮啊这么薄，下方购物车10多20块钱，我呀给你发满满的一大箱，我只愁啊能卖出去，能卖出去就不错了。来看一下，来朋友们，来来来往这边看，我猜啊这种葡萄啊在你们那边至少要卖10多块钱一斤嘛，那真的贵了。如果说啊你们爱吃啊，送我一颗小爱心，下方购物车10多块钱，我给你发满满的一大箱，你千万不要搞。今年啊我们家种出这么好的葡萄，来来看一下看一下，被那些人啊低价收啊高价卖给你们，
要卖十多块钱一斤，那真的也太贵了。你便宜点卖给咱们家人不好吗？可以啊，如果说啊，大家喜欢吃葡萄啊，送我一颗小爱心。这是海南的凤梨，如果说你们喜欢吃凤梨的话，可以关注一下我，帮弟弟点个红心。像这么大的凤梨，这个就是荆棘了，已经成熟了3年大苗，哇，全部都结果累累啊，熟的金黄色的。它这个果汁是连皮一起吃的，哇，爆汁了，好吃，产量非常之高。今天带你们吃个珍珠梨啊，好甜，配上两大椒盐。好辣。老板，老板，哎，这就是外面100-200块钱一个的菠萝蜜吗？那是在你们那边，像我们这边产地的话，才几十块钱一个。那要怎么样才能买到你们家的呀？来我直播间送个免费的小黄芹，像这么大的几十块钱抱走一大个。哎呀，像这种品质的芒果，如果大家喜欢吃的话，来我直播间送个免费的小黄芹啊，10多20块给你们发满满一大箱。这个就是我们农民啊，辛辛苦苦种了1年的云南高山雪莲果，来，我拔个给你们看啊，没见过的给弟弟捡个小红心啊，看一下，喜欢吃的下黄小黄车，摘一个小时候才能吃到的羊角蜜，我打开你们看看，像这种羊角蜜啊，又脆又甜又多汁，我一天啊都能吃100多个，你们也一定要来一份尝尝，特别的香，吃个红心梨，好甜，好脆，今年啊，长势特别的好，又大又圆，还很好吃呢。酸不酸呀？哎呀，你问酸不酸，不相当于是啊。这么好吃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们一定是没有关注我吧？像这个冰糖橙，我早就开始卖了。今天啊，其实卖的特别的便宜，只要你送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里面像这么好的冰糖橙，10多块一大箱。今年好不容易丰收了，结果却卖不出去价格，几毛钱一斤都没人要。你们能支持一下我们农村人吗？帮忙点个小红心。我们家的早熟了，很多哥哥姐姐说在你们当地超市买的枣吃起来不甜，那是没吃到我们产地家的枣。像这种涂了防晒霜的沃柑，你们吃过吗？我打开一个你们看一下，真的它皮薄多汁的，入口化渣，最重要它口感是特别甜的。如果你们想要就这么好的沃柑啊，10几块。今天啊给你们介绍一个好东西，看这个呀，就咱们家的羊角蜜，这么好的羊角蜜啊，你就拿100个鸡蛋我都不给你换，它的口感啊真的是又脆又甜又奇沙，特别的好吃，最重要咱们价格实惠。快过来看一下，我真的没搞懂，在我们产地这么好的芒果，我们呀一箱只卖10几块，你们还嫌贵，在你们那边10几块钱一斤，你们抢着的去买，看看，难道我们产地2-3块钱一斤的芒果它不香吗？如果说你们喜欢吃呀，下方小黄车就有，我们决定了自己卖，一单呀就卖10几块。你天天拍，天天拍，一个浪梅也没上过，有用吗？我不拍，哥哥姐姐们怎么知道我家有这么好的芒果呀？那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买到啊。帮我点个小爱心，进入我直播间，今天给大家秒杀，一分钱也不赚，大家的就这么好的芒果，来我给你们切开一个，你看一下这个果肉超级的金黄，口感纯甜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马上就结束了，这个芒果喜欢吃一定要记得来我直播间里面看一下，来过来，现在很多人呀他们拍视频都是想赚你们的，而我呢就不一样，我呀今年就想帮帮你们，像这么好的西红柿呀，露天种植的，在我们这里啊今年价格不高，也就几毛一斤，你如果说爱吃呀，
就这种杀人的，来我直播间。哎，一百，看看，真的是一百啊！一天啊，我能吃一百多个呢。因为这样的沃柑啊，皮薄肉厚，汁水而且超级多。要是朋友喜欢吃，今天啊，你帮我留个小爱心，你来我直播间看看，真的很便宜的。过来，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像这样的露天翻沙草啊的西红柿啊，要是拿到你们那边去啊，要卖好几十一斤，那也太坑了。看看像这样露天翻沙草的西红柿啊，在我们这边啊真的很便宜，喜欢吃，汁水特别的多。如果你们想吃的话，来弟弟直播间给你们秒杀。我猜这么好的桃子在你们那边也要七八块钱一斤吧，那也太贵了。朋友们，打开一个芒果给你们看一下，像这种芒果啊，过来，皮薄肉厚核小，汁水超级足，我一天啊至少吃个一两百个。如果你想吃，点个红心来我直播间吧。你看汁水啊特别特别多，特别特别的便宜，打开给你们看一下。朋友们，听说像我手上这样的贵妃枣在你们当地可贵了，如果你喜欢吃呀，今天晚上八点钟记得来我的直播间看一下，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今天晚上八点钟来我直播间，非常的便宜，一箱也是批发价。嗯，特别甜。二零是干什么？嗯，这是搞九二零吹的，你就得打九二零二零上标。什么玩意儿？不打九二零不能插上六。你垃圾不少，谁信呢？他能够去在我们那个上面关一关，关一关。来来来，看一下，你们是不是以为啊，这么小的瓜苗可以结出这么大的果？其实啊，这个是我们家二茬的羊角蜜瓜苗。打开一个头茬的给大家看一下，像这样的羊角蜜啊，吃起来又香又脆又甜。连皮带肉啊都可以吃，我一天啊都能吃一百多个，根本就停不下来。如果朋友们想吃的话，一定要带一份。